陕菜啊，历史文化很厚重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是中国菜系母本菜系。因为这里是十三代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它囊括了其他菜系之精华，各民族之特色。葫芦鸡，这就是一道唐朝传承下来的菜。大师级菜，家常美味。我是杜西峰，作为一个专业的厨师，代表这个陕菜，把陕菜看似很普通的一道素菜推上舌尖上，让世界感受到我们中国菜，那么陕菜这一种文化，觉得自己也很荣幸。葫芦鸡呢是一道传统的陕菜，也被称为长安首位葫芦鸡。传统的葫芦鸡就是三种技法：清煮、蒸和油炸。清水下锅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40分钟到一小时。因为现在的这个鸡都是当年的鸡，因为盐的渗透力很强，炖出的鸡汤已经是非常的鲜。把鸡捞出来，放到盆里，再把原炖制的汤再放进去1/3，然后再加清水。调味料里边有盐，有糖，当然也离不开葱姜。冰糖酱油增加一点咸度，增加一点颜色，不需要太多。那么在下料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，不能让任何一种香料透出，每一样大料它综合起来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很浓香的味道。大气去蒸，香料的香味释放在汤汁，渗透在鸡肉里面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不能丢掉它的根和魂，还需要改良和创新。我用了天然的栀子，用开水把它泡一泡，它的色泽呀浸泡出来了，加上玉米淀粉敲成一个稀糊。因为玉米淀粉脆度是非常好的，刷在鸡鸡身上，薄薄的一层附着在表面上面。因为给它的表皮附着了这么一层薄糊，通过中高油温，它信手一去凝固，变成一种酥和脆。葫芦鸡在陕菜里边，特别是热菜里边的这一道菜，那更是陕西的名菜。无论是外籍人还是我们本地人，要吃陕菜，这一道菜是首选。肉烂形正骨妥，形似葫芦，色泽金黄，皮是肉嫩，口味香郁，筷子一抖，骨肉分离。大师级菜，家常美味。我是杜西峰，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陕西做客，品尝长安首位葫芦鸡，陕西菜聊杂粮。